哇，新疆也是啊，镜头翻转一下，哎呀，带你们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这是烤鸽子，这是烤鸽子，烤肉，烤肉。哎，我怎么看不见人啊？现在有多少个人？微辣，微辣，微辣，不要太辣。哇塞！哎，你打的把我吓死了！看看啊，啊，这个西这个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？西瓜里边有什么呢？想知道吗？看看啊，这是在和田的夜市啊，啊，非常的热闹啊，各种吃的都有。看，还有烤羊肠子，嗯，哎呀，谢谢于健啊，谢谢于健送来大啤酒，哎，等会儿搞一杯，搞一瓶大乌苏。上了，先上烤鸽子。哦，烤鸽子。啊。啊、哦，乖乖。它是整吃的，切的，切下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的那个这烤蛋，烤蛋刚才吃了个烤蛋，这个看上去不大啊，它是鹅蛋，实际上挺大的，嗯。还有那个。来，你们辛苦一点，来帮我举着吧。好的，我来举着。好。来试试，尝一下。试一下啊，我看看先吃哪个部位呢？先吃个这个部位吧。还有呢，嗯，来，再来一包餐巾纸。有。在直播呢，嗯，我来帮你回啊，有人在问。那待会儿开烫，小心点啊，刚跑出来，不怕烫，怪一怪，哇，哇，这好吃。我玩你的吧。我就开一下玩的，马上我吃饭了。在新疆，在和田。嗯，好了，我吃饭了啊。啊，你再开一会儿啊。我吃饭了，先吃饭了，还没拍完呢，我要拍片子，刚才想跟成明他们连线，没理我。没理我就算了，看看能不能再搞一下。还是没理我，反正明天出视频啊。先吃了，我先吃烤肉了，不了。我先吃饭了啊。